现在介绍升阳线阵列音箱 VCS 和 VCM 吊挂使用。首先把 VCM 吊架安装在 VCS 音箱上，接着把 M15 U 型线扣安装在吊架上，VCS 与 VCM 连接需要七日型连接器。现在安装连接片。连接片安装成功。VCS 连接，卸下轮子吧。VCS 与 VCM 连接成功。